如果看到油菜花，不会拍照。油菜花四个拍照小技巧，让对象浅学一下，随手一拍，画面太杂乱了。我们可以放大画面三倍，升高拍摄角度，花从大面积留白，人物放在画面下方，花海都让你承包。放低角度，打开相机广角，花花形成引导线，人物放下方两格。切换人像模式，用花花遮挡镜头，营造前景，形成虚实对比，人物放下方四格，拍出画面层次感。横向手机，花丛形成引导线，人物放在分割线，拍摄两张拼在一起，画面更有故事。